您为了我们几个操碎了心，您不光怕我们吃不饱穿不暖，您还教育我们走人间正道，在家的要仁义孝顺，在外面的要仗义，要明理。是您教会了我们仁义礼智信，您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宝，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。 都不能忘，妈，您放心，您小儿子都记着。小峰，你坐下。哎，你是家里最小的，那现在呢，就你还是一个人。彤彤已经走了。 这人呢，还得往前看，所以遇到合适的，你还是考虑一下。等将来你结了婚，妈跟你过。好的，妈。 是我让妈这么活吗？啊！明明是她不让妈活。妈，哎，妈，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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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当备案部呀。他从小最听您的话了，最听您的话了。您帮我转转啊，让他放过我，让他放过我妈，您救救我！起来，妈，您救救我，求您了，妈，您救救我呀！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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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凤。小凤，你哥是汤范吗？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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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200交。250交。抢救情况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你去救啊！救什么救？我妈要醒不来，我弄死了！行了，行了，妈呀，有三长两短，我跟你也没完！都安静点吧。都出去，小凤留下。说你们俩是从妈肚子里一起爬出来的亲兄弟，比一般的兄弟还要亲。你们两个就是妈的双儿，妈不想看着你们
命，你还敢告诉他？我是为了救你。再说了，你不是也想跟妈说了吗？江林，我告诉你，我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我他妈弄死你！你就跟条疯狗一样，那也比你这个戏子强。江林，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认识了你。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？你要是早点给我生个孩子，能变成现在这样吗？老江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，你们全家都是丧门星。你就该去蹲监狱，你就应该一辈子在监狱里面，你活该。小峰，你跟阿姨说实话，小小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？刘烨，我们是有纪律的，不能跟你说太多。会判刑？这不是要了你妈的命吗？我相信我妈在大是大非面前她不糊涂，她能想通。她有命在能想通，没命。这周小小已经进去半天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行动？哎呦，他妈正抢救呢，在医院抓着不好吧？等等吧。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？能出啥意外呀？周处在里边。周处这事办的呀。哎，出来了，跟上。孩子们，你们的母亲现在还在医院里，我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负责任地告诉你们，她再也经受不起任何的刺激。这次能够抢救过来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医术有多高明，完全是上天在帮忙。说的我都说了，再说吧。张小峰，你是畜生吗？啊，你没听到刘阿姨刚才说的吗？就算你不为我考虑，那妈呢？你连妈的性命难道都不管不顾了吗？闭嘴！妈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姐，妈。
畜生！你忘了妈是咋教育你的？你忘了该咋做人？既然你忘了，那今天帮你把记性找回来。跪下！玉队，这老太太怎么从医院回来了？玉队，抓不抓？再等等吧。啊！妈，我错了。小芳这是听进去了。
朱子姐，刘队，周处。周处，你说话呀！消灭法西斯。周小峰，别让我再见到你，我没有你这个弟弟。
有些日子没来看你了，别怪我。 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点心，对，还有你最爱吃的苹果，我还拿了酒。今天啊，你陪我喝点。 别怪我欺负你啊！你就喝这些，我自罚一杯。小小的判决结果下来了。 一个男人最黄金的时光，需要在监狱里度过了。你知道吗？当我听到判决结果的时候，我的心像是被揉碎了一样。是我亲手把小小送进监狱的。 要了妈的命！彤彤，你说我做错了吗？现在我没法去见妈，该怎么办？彤彤，你说我们多久没有肩并肩的坐在一起了？ 你们打算瞒我到啥时候？是我不让孩子告诉你的。家里已经够乱的了，这万一你的身体……担心我一口气喘不上来，憋死，是吧？啊？我在你们心里早就是摸不得、碰不得的纸老虎，对吗？爸，我们也是为了您好。你别忘了，
你老子一直是迎着子弹往前冲的人。我要看着小小重新站起来。这一辈子，谁还不犯点错误啊？老周，你要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乔，你妈咋样啊？妈住了几天院，然后就回河山静养了。现在是孔大爷和张姨伺候着。我们本来还以为这次他会一病不起，但是听孔大爷说，精神头已经恢复了不少了。小巧在哪儿服刑啊？同志，我儿子呢？对不起啊，老同志，您儿子说不想见您。你没跟他说他爸要见他？说了。他说不想见您，让您啊就当没他这个儿。你是我们的光荣，希望你到新的岗位再立新功啊！是，那是肯定的。公安特警，那咱们全国警察的一把尖刀啊！小峰，今天我不是领导，向大哥的嘱咐你一句：注意安全，平平安安的。放心吧，政委，保证活着回来，我等您给我清功的。一言为定。经理，李斌，走了。小峰，哎，行啊，哎，挺热闹啊，哎，看来你小子人缘不错，我还以为你一声都不吭，自己灰溜溜的就走了呢。是啊，小峰，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家里打招呼呀？这要不是黄队长跟我说。都来不及送你。啊，家里被我搅得乱七八糟的，我没脸见你。胡说！至少我始终认为这件事情你做得对。如果你不这么做，那才是给咱们老周家丢脸、抹黑。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祖宗。儿子，小小给爸爸丢的脸，你都给爸找回来了，爸谢谢你。爸。你去啊，又上新战场了。你答应吧，照顾好自己，啊。这爸也没啥送你的，我这个不能再上战场的老兵，就送你个军礼吧。潘松啊，啥事儿啊？就问问你，身体咋样了？挺好的吧？挺好，挺好的。放心吧，我睡得着，吃得香。
我跟你说，这小峰调到外地去了。调到外地去了。哦，还有事儿吗？还有就是，前段时间老周去看小小了，可是小小呀，怎么都不见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你保重身体，朱子姐。哎哎，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你说这老四，他怎能连我都不见呢？我就说不来吧，他连爸都不见，能见咱俩？那我是他姐，他是我弟，我能不来吗？走吧，带你回客栈看吧。小小，你都卸多半天了，你说你干点活啊，积极一点啊。积极了，是五年；不积极，也是五年。那管教训话的时候不是说过吗？思想改造的好可以加分，生产改造的好也可以加分。劳动的时候你勤快一些，手脚快一点，就可以加劳动改造的分儿。无所谓。小柳大姐，你俩咋来了呢？我妈没跟你们在一块儿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妈不见了。哎，我前两天还看着她了呢。哎，我不是跟您二老说看着她点儿吗？她身体还没好利索呢。没问问你爸去？啊，这不先来找你们来了吗？那走，走，咱赶快去找找去吧。不让她出去，不让她出去呢。不是你爸能听你的啊？鹤山四天前下过雨，这花还这么新鲜，烧的纸灰还在。竹子肯定来过，应该就这两天的事儿。喂，大江，找着妈没啊？啊？哎呦，我们这儿也没有啊，我们在山里呢，她肯定这两天来过。行行行，你去家里等吧，他没准回家了呢，啊，我们再找找。大江咋说的啊？纸盒厂也没有，你说这老太太她能去哪儿呢？日出又日落，深处在深处。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。太年轻的人，他总是不满足，
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，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，其实我过得还可以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？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直到我睡得轻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怕我再想起你。